啊，对，你们跑了，我怎么办？防具不在圈了，没事。他们瞎了，他们都是瞎逼。我可以的。这么大的平地能跑得过去？啊？大平地耶，人家也不可能真瞎耶。直接他妈看到我了，真牛逼！不是看到我的，直接他妈走出来就打我耶，这合理吗？走。雷了，打起来了！你家的打起来了，着火了，兄弟，还不回去支援？没事，可以的。我柚子怎么可能会死在这种死地方呢？肯定是有活路的呀！中游里柚子哥哥生存的空间啊，给他树打个印儿，准备到那个树。前面有人，前面肯定有人。不是前面有人，就脸上有人。我也听到了，老婆。啊！我这雷哪掐的这么久啊？我怎么把自己炸死了啊？我雷他妈卡了！我捏了两，我他妈捏了2秒，我怎么把自己炸死啊？什么意思，兄弟们？我他妈捏了2秒。